盼日盼终于放寒假了，又可以宅在家里当咸鱼了。留下来追的小书包来到电脑前，边玩迷你世界边吃零食，美滋滋。西瓜汁糖果真好吃，饼干、薯条、烤全鸡都进肚子了。最后一个汉堡，好饱啊！怎么周围环境好像变了个样啊？我的头都快撑破屋顶了！妈呀，血量高达82血，这要是不恢复回来，等到开学肯定要给同学们笑掉大牙，得想想办法才行。有了，若是把80血量消耗完，不就可以恢复原来的面貌了？只能作死来玩跳楼机，这里可是1000米高空，跳下去肯定死翘翘。3、2、1，闭上眼，我来了。哎呦喂，我的屁股好痛啊！等等，怎么血条一动不动的？看来这个效果不显著，那我就换一个。巨人激光炮怎么说？在里面摩擦摩擦，这激光怎么像给我挠痒痒似的？可能来点更劲爆的。地狱岩浆，趁着冬天去泡泡岩浆暖暖身子也是不错的。看我鲤鱼一跃跳岩浆，瞬间荡起10米的火花。可是血量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，激光、岩浆、跳楼机都败下阵了。看来只能使用最后一张爆爆弹，在坑里放上100只爆爆弹，这加起来的威力可以说比原子弹还厉害。来吧，尽情的轰炸我吧！撞死我还不死，天理难容。咦，怎么还上了的？这是你波特做猛龙虎回流1×250，还是帮我去寻找表姐的帮助吧。表姐，表姐，你在家吗？小表妹，这么冷的天还来拜访我家，你有什么事情啊？哦啊，吓我一跳，你怎么变得那么高了？该不是乱吃什么激素吧？你别乱动啊，等一下房子都要被你压塌了。表姐，我吃太多零食才变成这样的，整整8万多斤，快帮我！哎呀，让你嘴馋，烫得一发不可收拾。走吧，跟我来。表姐说，只要完成这里的挑战，就能减肥成功。第一关要我找到弓箭，一抬头就看到箱子放到最高点，二段跳上去，现在长胖了，跳起来都快成为一种压力。总算是拿到弓箭，拉弓瞄准按钮。原来底下是虚空，我跳。得想办法进入岩浆地带才行，三格高二段跳有点难哎，只能去其他地方找找有没有可以助我一臂之力的。在洞窟里面找到万藤，放到石头上爬上去，潜入岩浆里面。我游呀游，这一格的岩浆怎么那么奇怪？兄弟们，肉包子来了。喂喂，别打脸啊大哥，疼疼疼。差不多得了，把我打得鼻青脸肿的。拿了一把枪，看我的，彪彪彪，挡住我的去路。有呼吸方块，只能跳到虚空里面去了。这次是第4下西瓜，行吧，只要能消耗我的血量，什么都好说。后面还有岩浆，继续泡一泡。天哪，地狱两兄弟，这要是多待一会儿，我可爱的小脸蛋不保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可没时间和你们在这里耗。前面是死亡蹦蹦床，我跳，我跳，怎么还没瘦下来啊？看来就是能够使用绝招了，走你。哎，表姐，等一下。准备好就摔了个开花，我的天，全是怪物和怪兽，你一口我一口，弄得我晕头转向。看来不把他们解决，没想离开这里了。吃我枪杆子。2000 years later， 累死我了，我好像真的瘦下来了，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，以后我再也不吃那么多零食了。